朋友们好，欢迎你来到燕老师的诗简谱学唱歌音乐课堂。上节课我们讲解和试唱了汪宁梅这首歌的简谱，这节课我们教唱歌词。我们知道啊，歌词是曹雪芹老先生，就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写的。然后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汪宁梅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汪呢，实际上就是土壤白白的意思。这个凝呢是一个凝聚聚集的意思，这个眉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眉头，实际上它连起来就是白白的皱眉头，实际上它就概括了词的总的意思啊。这个汪宁梅啊就是咏叹黛玉和宝玉，他们一个是绝色佳人，一个是翩翩少年，一个聪明绝顶，一个博学多才，但最终这是水中月镜中花，不能走到一起，只能对命运空叹息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教唱歌词，还是我唱一句，但得随着琴跟我唱一句。一个是冷眼仙葩唱，一个是美玉无瑕唱，若说美千唱，今生偏又遇着他。说有情缘唱，哎，这个地方若说啊，是他一下从咪一下跳到低音的嗦，就他跨度比较大哈。我们再来一遍哈。说有情缘唱，如何心事中寻花，好，我们再来一遍哈。如何心事中寻花，下边呢，下边我们用周深的唱法，啊，唱，这是四拍，唱，是这个地方第二次的啊，再后的两拍，然后哆瑞哆瑞啦各一拍，然后呢后边又还有四拍啊，再来一遍哈。也就是周深唱的这个四句唱完了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，也就翻译啊，那就一个是美丽花园里的最美的花，哎，一个是完美无瑕的最纯的玉，哎，如果说没有神奇的姻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，那就是这辈子偏偏和他相遇，那如果说如果有起源有神奇的姻缘的话，又为什么满腔的心事就是爱情了，最终就变成了空话。这个他的前四句的意思，遇着他，他本来是遇着他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周深唱的着他，我觉得着他更好听一些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往下边来唱。
好，下边四句呢，一个汪字结呀，从这儿开始。实际上的前四句跟前面也是旋律是一样的啊。一个汪字结呀，唱。牵挂，一个是水中鸳，一个镜中花。这个地方也是哈，镜中镜中花。好，下边呢它旋律不一样，那我们呢就变成我唱一句简谱再唱歌词。好，大家跟着我看唱歌词啊。嗦哆来哆，西哆西啦啦，嗦香烟中。这个地方啊，香烟中，这个是有一个异音的，嗦哆啦。下边啊，哆要喉着三拍，拉的时候后的三拍拉啊，可以在这个地方换一个气啊。啦哆咪瑞啦哆西啦啦嗦，多少泪珠儿唱。嗦哆啦啦哆啦咪瑞咪瑞咪，钻进的秋流到冬尽。哎，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音哈，嗦哆啦啦哆。钻进的秋流到冬尽，再来一遍啊！钻进的秋流到冬尽，唱。西嗦咪瑞西咪瑞咪嗦哆啦。川流到乡，在这个地方也是啊，一下跳。西嗦咪瑞西咪瑞咪嗦哆啦，川流到乡。好，最后还有这个啊一样的啊，啊唱，第二段呢，一个王子结呀，一个空劳牵挂，那也是。叹气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呀，也就是说一个白白的，就是独自叹气，那一个是在徒劳的魂牵梦挂，那说一个是镜中花，一个是水中月啊，这个意思呀，就知道是镜中花和水中月都是虚幻的啊，不是实际的东西。然后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经的秋流到冬尽。春流到夏，也就是说他的眼中究竟有多少泪水呀，怎么经得起从秋天流到中冬天，又从春天流到夏天啊，这个确实很悲伤啊。
我们现在呢，把整首歌连起来唱一遍啊，我们跟着音乐唱。一二三四，一个是楞严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我说没机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。我说有机缘，如何心事中虚幻一个王子杰一个空老牵挂，一个是水中缘，一个是心中花，笑颜中少泪转，怎经得秋流到冬，今春流到夏。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周深呢，他唱这个吟唱的这部分，我们也学唱一下啊。那当然，他唱的比较高啊，我降了一点调啊，我给我们刚才那是不 match 的，学一下这个旋律，我们可以更便于欣赏。我们练声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段曲子啊。我在黑板上写的，我就最后一行，我先学一下简谱，跟我唱两个小节，两个小节的唱啊。好，我们来唱唱这个嘟嘟嘟嘟唱。好，最后来，后面哈，他就唱了一个前面一样，就不教了。好，今天课就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唱歌，如果你是音乐小白，想跟跑调说拜拜，就来听我的课吧。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可以跟随我的课识谱唱歌，一举两得，做到识简谱、懂音高、学唱歌不跑调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课再见。